终于找到我们想看的这个宏伟建筑了。好漂亮的绿顶。德国柏林最漂亮的一个景点。德国今天27度，阳光明媚，游客们都在草地上晒太阳，尽情地享受眼前的美景，太美了。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德国柏林最经典的一个景点，绿顶。绿顶上面镀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特别特别的漂亮。